我数次问自己，会和什么样的人共度一生？他会聪明吗？会有趣吗？直到后来遇见了你。世界太大，和对的人相遇的几率是71分之1。遇见你，是生命中最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的呢？是什么时候决定和你在一起的呢？我想，大概是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吧。所以，继续一起生活吧。所以，不如结婚吧。我想要记录下和你在一起的每一个时刻。那个夏天最甜的西瓜，那只粘人又淘气的小猫，一起唱刚学会的歌，一起做一顿美味的饭，一起看着一棵植物长大，一起过的每一个生日，醒来的每一个清晨，共同留下的每一张照片。你不聪明，可我依然崇拜你。你不有趣，可跟你在一起就是会一直笑。你不特别，不，你是我生命中最特别的那一个。所有的想象都变成了你，所有美好的瞬间都是你。